两手由上往下用力伸直，拉筋，左转身向两旁伸直，拉筋，向后再拉，插顶，拉筋，向上再拉，往下按。拉筋，向后再拉，回到胸部，两手由上往下用力伸直，拉筋，右转身向两旁伸直，拉筋，向后再拉，插顶。拉筋，向上再拉，往下按。拉筋，向后再拉，回到腹部，握拳，收腿，两拳变掌，左脚向前一大步。拉筋。背向合，左腿弓步，后胸扭转，身后合掌，右脚向后蹬，拉筋，往下按，蹬掌，合掌，缩腿，右脚向前一大步，拉筋。手背向合，右腿弓步，扩胸扭转，身后合掌，左脚向后蹬，拉筋，往下按，蹬掌，合掌，收腿，握拳，左脚一大步。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左腿弓步，上举下按，拉筋，再拉筋，握拳，两拳相对，回到腹部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右腿弓步，上举下按，拉筋。再拉筋，握拳，两拳相对，回到腹部，两手向左伸，转腰一圈，两圈，回到腹部，左腿弓步，右手向右推掌。拉筋，再拉一次。拉筋，向后再拉。握拳，两拳相对，向右伸，转腰一圈，两圈，回到腹部，右腿弓步，左手向左推掌。右手拉弓，看手背，拉筋，再拉一次，拉筋，向后再拉，握拳，两拳相对，向左伸，转腰一圈，两圈，回到腹部，左腿弓步。左手向后插，右手向上翻，头翻后脚跟，拉筋，握拳，两拳相对，回到腹部，右腿弓步，右
右手向后插，左手向上翻，头看后脚跟，拉力，握拳，两拳相对，回到腹部，收腿，拉筋结束。东元班哈，五周年庆哈，主要的几个项目，第一个就是五周年哈，满五周年哈，这个在总部的指导之下，我们这边大家学员们和教练们大家都非常的认真了哈，那个，常说拉筋气功哈，我的观点是这样啊，人家讲说长寿的秘诀是什么？啊，有人知道哈。就不要断气就会长寿了哈，所以这个气对人体是非常重要的哈。我们既然是气功，所以我们在拉筋气功这音乐里面有老师的指导，什么时候要吸气，什么时候要吐气，什么时候要调气哈。首先把气调好，让我们更长寿更健康，好，这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了哈。第二个，我们跟随着魏老师咸康利哈做拉筋气功，我想大家追求的目标也是能够永续发展，能够健康，对我们的健康，我们有益于社会，有益于家庭，更有益于我们自己的健康。好，我们所以人家讲说，通常哈，在这方面人家讲说，人有三流的哈，第三流是什么？就是抱怨东，抱怨西，抱怨大家，抱怨国家，抱怨自己，抱怨家庭的哈。那二流是什么呢？守本分，安分守己，就把我们的健康做好。把我们的家庭顾好，把我们周边的人顾好，把社会国家我们很肯定的来支持。那第一流的呢，就像魏老师咸康利这样哈，付出公益，做公益就是服务大家，让大家更这个社会更协和、更和谐、更好。好，这是第一流的。所以我们跟随着魏老师的脚步，我们继续努力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我们一起加油。那接下来呢，我邀请我们的魏老师，跟我们勉励、跟鼓励哈、跟指导。啊，之后我们会邀请我们的优秀学员哈、那个阿鹏来分享。那刚才我有漏掉那个我们今天庆祝的还除了五周年之外，还有两个啊。好，第二个就是这次有两位优秀的学员，黄娟娟，还有。蔡海珠，哎，两位优秀的学员哈，有通过初阶教练的考试哈。好，那第三点就是我们璀璨的五月了哈，就是伟大的母亲节哈。我们除了给自己鼓励外，更给天下伟大的母亲哈，给她我们自我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请，我们要先请阿鹏还是谁？他们俩。今天很感谢庄辉魏老师跟师母来给您莅临指导，我们将相给鼓励一下好不好？靠他大声的，谢谢。很感谢魏老师有这个好的讲话，我两年多来参与，我全金奖是我领的，我感觉对我本身，我铁道站健康，我赚到健康，但是我希望大家互相勉励，真个运动足好，尤其魏老师这个讲话，我逐工拢在甲做，我嘛有教人做，但是我感觉实在，我两年前甲两年后身体无共款，我感觉我家己得到足好个健康，我干那健保卡拢免用着啊，我干赚哩吼袂少啊，你吼我讲生理是生袂少啊，有啊，我你若出门我拢分享呢。你跟我出门，我拢有分享，我拢个利息拢摕出来开呢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足好个。今仔讲着勉励，我最后吼，真个足好个。我最后祝天下可爱妈妈母亲节快乐，哦。谢谢家属了哈，他这个也是元老了哈。好，蔡美珠教练也是新科教练啊。柯丽华哈，那我们是同一期第二次去参加初阶考试的哈，好，那个我想大家都认识了哈，
不认识我们两个说举手一下。哎，自己讲名字，自己报名。是金梅，黄金梅。啊，大家都认识了啊，我们都叫金梅、金梅啊那啦。小梅，老师都叫小梅。接下来是阿芳了啊，阿芳，好，大家也都很熟了啊。好，又来介绍一下。我叫美姿。谢谢大家。啊，美姿啊，哎，他家里是做电机的哈。我叫潘秀梅。秀梅啊，秀梅，大家也都知道了哈。他也是比我早加入的，那过来大家都更认识了啊。啊，新民啊，新民，哎，好。现在大家也很熟的了哈。玉修教练，玉修教练，好，接下来是宋教练，宋国文宋教练，他也是很资深的啊。他昌盛的吴董，大家也非常熟啊。那个中华厨的董事长啊，是。以上介绍我们的本班的教练团哈。好，因为今天是周年庆嘛，五周年庆哦，其实哦。这个我们开班成立是在这边啊，哦，那后来我们移到这边，因为带班教练的关系，所以影响到，其实，这个要付出，不求回报，那种人才会快乐，像我都很快乐，每天，这七十几岁都做外教练，你看他们七十几岁在付出，你们那么年轻为什么不付出呢？来举手一下，七十几岁，我们鼓掌一下，身体也无啥物过硬，那是讲全身不会酸痛，就是健康就好啊。每天要很快乐，你自己健康的在帮助别人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不求回报那比较重要。破破，来，赞吧，赞。嘿，好，漂亮，好，谢谢哈，谢谢，让你们长命百岁了啊，长命百岁。三百三，当然红花。好，1 2 3，再一张，1 2 3，来这几里。我叫阿边，叫阿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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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手这样很好看。对，这样。来1 2 3 4 5。好，热忱棒不棒？棒！好，把花举起来哈，好看。快点子，好，快点扎得得哈。好，母亲节快乐吗？快乐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才是素的。啊，他们看不丢啊。快点，这刚。今天吃火锅呀，我们那个不是小弟弟，你要小弟弟。我这边没有啊。